大家好，我是猫战联盟，应该称这集是狗战，所以我是狗战联盟。啊，魔王来了！啊，狗狗等级太低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敌人的塔是无限，而我只有1000。敌人还有炮，上面那个50当然是我自己恶搞。总之，这部影片很辛苦，要处理很多东东。好啦，大家放寒假开心嘛，就用狗战迎接新年吧。对了，据说真的狗战已经没有12.0，超可惜。我想要漩涡，我眼看就要输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打赢的。啊，好，后面这些当然是自己特制的啦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我最近进化了沙溢猫。